jungle. Audio Jungle. 三月十八日，俄罗斯举行总统大选，普京以76%以上的高票当选。五月七日将正式开启第四个总统任期。然而，近段时间，普京烦透了。内有近年来最严重的火灾，外有美欧19国驱逐俄外交官，普京将如何突出重围？3月25日，俄罗斯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火灾，已造成64人死亡，50多名伤者送医。此前在火灾中失踪的人员已被证实大多遇难。此次火灾是俄近年来发生的重大火灾之一，人命关天，生命宝贵。面对60多条活生生的生命瞬间消失，面对很多家庭陷入无限悲痛之中，普京当然不能无动于衷。如果说内忧解决起来容易一些，那么外患排除起来就非常棘手。目前间谍事件不断发酵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分青红皂白，选择站在英国一边，无理驱逐俄罗斯外交官。据俄罗斯卫星网26日报道，已经宣布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国家达到19个，其中包括美国、德国、法国等。普京第四次当选总统本来是一件高兴事儿。在此前3月1日的国情咨文中，普京已经宣布自己的施政纲领，把精力主要集中在内政上，大力发展经济，增加民众收入，降低贫困率，增加人口就业率和俄罗斯民众的寿命长度。应该说，普京的想法很好，俄罗斯民众拥护。然而人算不如天算，目前的内忧外患让普京眉头紧锁。普京该如何突出重围？首先应该保持政治定力，大力发展经济不动摇。普京当了3届总统，俄罗斯经济正在走出低谷，已经连续几个季度出现正增长。如何让俄罗斯经济可持续发展，这是普京首先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。民以食为天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让俄罗斯民众生活更幸福，有更多的获得感、安全感、幸福感，这是摆在普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。其次，坚持独有的外交政策，有理有利有节应对挑战和挑衅。当前国际形势波诡云谲，天下并不太平，以美国为首的一小撮国家到处惹是生非，唯恐天下不乱，俄罗斯外交的当务之急应该是采取果断措施，回应美欧19国驱逐俄罗斯外交官。俄罗斯不要一一对等回应，可以选择澳大利亚等个别可恶的国家，首先捏软柿子，炒规格，全方位反制，然后各个击破，让一些别有用心者认识到俄罗斯的厉害。第三，高度团结俄罗斯民众，拧成一股绳，一起干事情。普京以高票当选总统，证明了俄罗斯民众是精诚团结的，是相信普京的，对普京抱有很大希望。团结就是力量，人心齐，泰山移。只要普京把俄罗斯民众团结在自己周围，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，没有渡不过去的难关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。这句话目前特别适合从普京口里说出。即将正式开启新的任期，如何带领俄罗斯实现新的跨越，真正还俄罗斯民众一个强大的俄罗斯，考验普京这位世界强人的智慧和能力。相信普京不会让俄罗斯民众失望，相信普京会带给世界更多精彩。茅台云。